佛光山永和学社是举办了联谊活动，邀请中和区的所有里长们来到学社来，除了弘扬佛法、净化人心之外，也因为这个农历新年要到了，介绍了永和学社的新住持给所有的里长们来认识，也趁这个机会给大家拜个早年。永和学社服务的范围囊括了中永和地区，这一天邀请中和区的里长来参加活动，刚开始的时候是请大家一起来动一动活动筋骨，接下来永和学社也送给每位里长一本书，希望借由书籍的开示还有弘法的相关活动，希望能够带来正能量给里长们，一起为邻里间带来更多的努力。我们其实在高雄